大家好，我的中国朋友，这是你的外国朋友 Austin，我的朋友 Mark 想听着我说中文，所以我要说中文，我也要介绍我的家乡为我的中国朋友，所以 enjoy this video。这是我的家具，我很喜欢这个家具。这是我妈妈的房子，这个家具有很多孩子。很安静，很安全，我很喜欢。这是我们的房子的里面，我觉得很舒服，但是我妈妈觉得很小。啊，我的猫，我的一些书。这是我的房间，这是我的 Wall of China。对，有一些汉字，一个地图，我的一些书，我的吉他，yeah, that's about all. I have more shufa, but it's very expensive to frame, so I haven't done it yet. So, 我的狗，别的猫，别的猫，我的车，今天天气很舒服。哦，我很喜欢，我能穿着短裤子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我的家乡叫 Tyler，是一个很小的城市。Tyler 在东德克萨斯州，他的人口是10万人，所以不太大的地方。我住在 Tyler 的郊区，我觉得你们认为我住在乡下，但是不真的。Tyler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。我正在开车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。德克萨斯州的第一个中国的家庭就在我的家乡呢。Yeah，我认为你不知道，对吧？是一个正常的美国城市，有一些饭馆、商店、银行、别的地方。Tyler 叫美国的玫瑰首都，因为我们有美国的最大的玫瑰公园。下次我要先去你们我们的玫瑰公园。家乡的那区不太大的地方，但是我喜欢。有一些饭馆，有一些商店、银行，也有一个 movie theater。I forgot how to say it in Chinese. 也有我们的 TV station. Yeah, 不太大，但是我喜欢。我的船，家乡不太大的地方。如果你看一下，你能见我们的路是砖石的，我觉得很给力。许多的美国城市没有。虽然我在我的家乡的那区里，不太多的人，比较安静，那是为什么我喜欢我的家乡。虽然有人觉得小城市很无聊，我不同意。我觉得我的家乡很好，生活很慢，人们很友好，和我们的社会很小，很安定。虽然我们的城市不太大了，我们还有历史文化、爱意和娱乐。再见。